欢迎回来，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为您带来的2023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比赛直播，我是这一时段的解说员周冠达。在今天我们的一号球台啊进行的第一阶段第二轮比赛当中呢，将由成都韬新弱水居对阵深圳大学。在刚刚进行的第一盘比赛当中，孙颖莎、蒯曼是代表深圳大学3-0战胜了成都高新弱水居的圆圆冷雨桐。第二盘的单打比赛由陈梦对阵郭艳。成都高新对深圳大学第二场比赛，郭艳对陈梦，陈梦发球，0-0。好，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第一局比赛的情况，由陈梦率先发球。开局后，陈梦连得四分。4-1。一个擦边。郭艳这名选手呢，个子比较高，然后正反手比较均衡，后台能力比较强，但是我们看显得现在出手的质量有些偏低。形成相持段
现在郭艳对于陈梦来说没有太大的威胁，还是在前三板的质量上有差距啊。还是比较轻松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。在第一局当中，我们看郭艳的这种前三板啊，我觉得还是他可以去寻求一个突破口。如果一味的平稳度过，寻求和陈梦在相持段进行这种对抗的话，那太下风啊，太下风。所以还是一定要在前三板上有一些突破。来看这局，我觉得陈梦的发挥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本身的无谓失误也比较少。第二局的开局来看，郭艳现在比分咬得比较紧，还是在质量上有一些突破的。这一分陈梦的落点变化很开，在对方提升单板质量的情况下，陈梦就一定会有一些落点的调动，去削弱对方的上手质量。一板果断的发球抢攻。6-6
来到了第二局的中段，郭艳在正手位的威胁要强于自身的反手位，所以这个时候来看陈梦的发球啊，还是要尽可能从郭艳的左半台。六比五，擦网。现在陈梦在拧拉和劈长啊，这种上手的落点上都是围绕着郭艳的反手位，而且出手要更加的犀利了一些。连续的反手相持顶住了郭艳的反手加质量，比分的分差也被陈梦拉开，来到了四分，九比五。第二局比赛，郭艳的质量有加强，但还是比较难去突破陈梦。我们看第二局的比分11比6，相较于第一局11比2啊，郭艳的发挥还是要明显的有提升。来到了第三局，陈梦还是要在控制落点的基础上加强前三板的主动的发动，把这种威胁啊和压力全方位的去给到郭艳。第三局比赛，陈梦发球，0比0。
陈梦现在在发球轮次伤中呢，也是融入了一些不同的发球变化。其实这样的发球变化都是为了自己后续的衔接，主动的发动起板来做准备。落后三分的情况下，郭艳叫了暂停。4-1。其实这一次的比赛对于选手来说啊，也是我们很好的一次抗干扰的训练。因为在本次的平常联赛当中啊，因为要四张球台同时进行，其实很难保证在全场有相对节奏统一的比赛环境。所以呢，无论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团方面啊，我觉得在男团方面可能这种情况会更严重。所以呢，也很考验队员在比赛当中这种调节的能力。3-7。在正中守卫啊，这一分郭艳是展现出了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，带了一个回头。3-0。这样的话，陈梦也是以3-0的比分完胜了郭艳，也是啊，没有太大的悬念的一盘比赛。
比较轻松的获得了比赛的胜利，再次的恭喜陈梦。在第三盘。